就是那个 polyoops 点 tw，那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上来把 Nature 他们有做一个，就是他其实很简单，他就是把那个所有政治人物的那个 delete Twitter，他都把它记录下来。那大家不知道，就是台湾，但台湾的政治就是像立委政治人物大部分都不是用 Twitter，所以但因为像那个大家就是用 Facebook，对，那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想要做台版的话，就是首先取了一个名字叫。就我错了吗？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想说，那个有一天我们在讨论说这个名字叫什么，然后自由高就突然丢了一句我错了吗？我就问他说，你错了什么？对，然后我就一直会，他就说暂别，我说对，一时会译不过来啊。那我们可能要做几件事情，就是第一件事我们要先写一个，就是后端啊，我们要去做一个 Facebook Collector，把它收集起来，然后去记录下来，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做一个稍微做一个前端，大概就可能就长这样，它就是会每个议员的。就像立委的头像，然后他会检视说他到底有哪些 Facebook 是被删除的。那大致上目前是这样，好。